然後將把光劍經過你的頭頂打在另一邊，再攻擊右邊膊頭。好好，誰低光劍？超過一千個世代以嚟，絕地武士一直都是正義與和平的保衛者。It's our turn now. 冇錯 ，Jess， 今次就由你帶領大家。Yes,